Hello，我不老，我年轻。他现在还在吗？李林还在吗？美平酒店，不在啦。我不知道他。邓丽君在这里住你下，在这里定居。清迈是他的挚爱，那一年高频来访，谁知意外发他不生，是第一最个，我后觉得很像香消很玉像，殒于清所以你才坐在这里工作的是吧？我看不见九他四年的圣，I 诞和九五年的新年，邓丽君和她的法国男友保 Papan，罗都是在清不是 Billy。每次到清迈，他们都住在美平酒店，周五便待到会儿跟他拍个照，这是邓丽君最喜欢的房间，也是她生前最后入住的房间。哎，这个不是你吗？这一就是面你那啊，片玻真璃和的，玻一样璃的，这个就是正你在啊。给她上浪漫的他老，我不老，我年轻。不，你们只是肯一定个，是他，我待会儿给你拍照。你们就是一个人，不要狡辩我是害羞。这是你，这是你。呵呵呵呵。